告诉你这个球，亲到他不哭，亲到你把孩子亲得亲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亲到他不哭。刚才确实是在你那边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，是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啊，你们这两个，我亲一下，我亲两下，亲三下，你们有点别的吗？孩子跟你们有仇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光亲他，你得给他钱。你说孩子别哭了，孩子，好不好？这边算你的，算你的啊，赶快，拜拜。好，马上来这一局是。减肥的方法有哪些？台下的朋友也可以提示啊，减肥的方法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不吃饭。耶。爬楼梯。跳舞。和平球。唱歌。健身。爬山。跑步。游泳。游泳。吃减肥药。绝食。不刷卡。骑自行车。没输的那个节奏没有，没输的节奏没有跟上，而且就是不可以说以前重复说过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是，我们不说什么，胜利在这儿，能做出公平的决断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继续提问啊。好，接下来这题是借了钱不还的方法是什么？二一走。移民。移民。钱。旅游。没发工资。不回家。不是你没打过，你借了多少钱啊？那个弄的你要移民，你要移民，借了500块钱，花了好多钱移民，你看太厉害了，下去吧。对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换了，我们在 copy 版。我证明他们坏了。刚才。别晕。别晕，你们俩带扣，我分不出来，知道吗？你分得出来。这是妹妹，这是姐姐。好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不得分。请出题啊！好，这题是如何搭讪异性？哎呦，如何搭讪异性？开始。好，你好，喝杯咖啡，吃饭了吗？今天来我家吧。见了看电影，吃个饭。你们说是搭个讪？您得搭讪他，哎，跟我回家吧。你这叫搭讪吧，你这叫抢亲，你知道吗？他比较急起来就那样吗？然后一急起来，对。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例子？比如说，不是别人约你，或者你约别人？我约人家通常三句话就搞定。不，哪三句？哪三句？比如说是我，比如说是我，喝咖啡。哎，你有话筒，你说。喝咖啡不？跟咱回家不？那算了。没有，一看就是对我没什么兴趣。对，没关系，对我不怪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的贴有漏洞。哦，说实话，你们说是那个给男人那个给异性搭讪的方法是，对吧？对，他直接上来就你好是方法吗？搭讪，我要跟你搭讪，就说你好。不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对呀，但是不得分，我没关系，我要说出来。搭讪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好是说出来的，并不是方法。不要沟通的第一句话，一定要说你好。我觉得对方队长说的非常的有道理，游戏啊，加多少分？公平公正，不加分。但是我们这边的他要下去，好不好？这样啊，要下去。请听清楚题。两秒，最后一个，请听好。最后的，我们赢，我们开。最后的一题是。最后一题。最后的一题啊！别说我不帮你。女孩子撒娇时候会说什么？我知道了。女孩子撒娇，你想想你女朋友撒娇的时候跟你说什么 ？OK， 好，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谢谢啊！我这个验证你们放水，非常感谢。刚才受伤了，所以没有发出力，所以要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看好地，你们队长都失望了，已经都失望了。你看你一嗯嘛，所有人都吓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在这边为你助威。土豆，你自己再来跟他打，赢了，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一次机会。机会不是这样给的，这样子吧，我们队还有吧，你代表他们那边，我代表这边。好，丁丁，合作了，这个。梦游会做的事情，好，有哪些？预备，开始。开始。睡到别人床上。哇哦。去厕所。尿尿。吃饭。跳舞。那个抱孩子。我发现了。鉴于他们那一组那么的喜悦，我们就汇报一下成绩。他们
三分，我们一分，没关系。刚才的游戏我们输在哪里？没有真诚的面对面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的游戏我们四目相对，面对面就能赢了。马上进入我们的爱就面对面。就爱面对面，两队轮流派出男女选手，选手用脸夹住面包机弹出的面包后运到指定的地点，规定时间100秒内运送面包最多的一队获胜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爱就面对面。这一局好啊，既能玩游戏还能吃面包。对，厨子开饭了。厨子开饭了。刚才没白剁吧？对，没白剁。都剁碎了，都剁成一片片。你看你剁就是没有馅儿，你知道。谁先来呢？我们这边来吧。你这边好，愿意来。100秒的时间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玩特好玩，因为我们这边全是大饼脸，大饼脸大饼脸是也记这茬儿。你看江宇那个脸呢，太悬了。那是锥子。好，我们先派出的队长是他吗？轮流啊，轮流。我们两个只有100秒的时间。现在队长来啊，那我们组都上啊。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哎呦，你们俩要结婚吗？好，一个，继续，好，继续，不能拿手，好，继续，两，跟队长，3、2、1，好，抓紧时间，成绩不错啊，掉了，不能拿手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你说温柔一点，3、2、1。撞的时候，没有，好，可以，来，3、2、1，好，哎呀，阿美，每个人都要参与啊，好，轮流啊，好，时间到了没有？快，赶紧。好，现在工作人员汇报一下时间现在是多少？还有5秒。没过来，15秒哦。3、2、1，就个个在他这边撞不行吗？对呀，就这一面撞死我了。队长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成绩。真不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个。九个。其实你们撞到后台安还好，我们最后阿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面包弹起来了，自己一个人还撞了。好，3、2，准备，一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对，3、2，哎，3、2、1。天元手有问题，天元绝对的。你在看这位的脸。我跟你说，绝对不装脸的事情。
对，我们几次肩膀有的，他就给我们拿下来。他是绝对的潜伏。因为我入戏了，人家头上顶多让过呀、哎。不，主要是刚才我被你们一段戏吸引了。哦，真的。不愧是演员，无实物加面包，两个人没有面包。加好，最后来公布一下，我们完美队的一共是成功夹住了两块的面包，其中的两块送的。送的。也就是这一轮我们又输了，是吧？我们有两个，他还赠了两个。我这两个我拿回去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汇报成绩。好，成绩是一，哇，大胜哎！稍后继续，大家来相会。正在播出，大家来相会。男女吗？